现在我就是世界的终结者。小子，我发现最近姜王博士非常猖狂啊，是时候掏出我们的新植物来治治他了。咱们在前面直接放一个大嘴花儿来试试水。我去，这东西看着就猛的一匹。我去啊，这是新僵尸啊，咱们还能消灭他们吗？强哥现在强的可怕，感觉能把他们运营的团团转。强哥，我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放心吧，你哥我在狗熊岭混这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。The zombies are coming. 他们要进攻了，你确定这大嘴花好使啊？不是老弟，你还敢质疑我上了？好不好使，咱们走着瞧。你就看好大嘴花的威力。我勒个豆，果然很猛啊！咱们现在也别着急夸，把剩下的向日葵补齐，以便不备之需。强哥，不愧是你，还是你又比较有远见。你快看前面那是什么僵尸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。我去，这不是古兰特之王吗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直接安排我们的豌豆套餐，必须让它灰飞烟灭啊。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，看看下一只被我送上西天的僵尸是什么。前面那个看着好像摩格巴萨。没关系，种上寒冰射手便可送他去极乐世界。咱们这一波也是成功的守住了，接下来咱们也别闲着，在大门这里统统放上高坚果，这玩意是真好用，安全可靠又放心。强哥，那岂不是我们的阳光都用完了？放心，强哥自有妙计，他们的进攻已经开始，赶紧看看是谁。 The zombies are coming. 是恶魔僵尸降临了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看着好恐怖啊。别怕别怕，直接种上个四连豌豆射手，只能使出我压箱底的寒冰菇了。我去，全部冰冻了，有这好东西怎么不提前拿出来？这不是留着救命用的吗？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掏出来的。周围种上地刺，狠狠地让它爽爽，这下我们通关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强哥可算把它消灭了，但是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，恶杀僵尸抵达战场了。慌什么，有了寒冰菇还害怕区区一个恶杀僵尸吗？给老子冻结。我去，太厉害了吧，快看看掉落什么植物。这关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掉落，看来明天的保卫战更加凶险。